九个。啊。是啊，差劲儿多了是吧？那个空压机没问题是吧？他们那个。我半个空压机还能不太好，主要是它这个绳子也长，啊，这个周期也长。那个也7000多块钱的。累了吗？马上啊，车，马上咱们就回去。啊？嗯，那咱下一个就买这个手机。嗯，这件工作手机。啊。好亮。这次都给我打上了，我弄三款。嗯，不是。特意买的这个。嗯。特意买的这个。